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。昨天和你分享到说，一个变数可能让我们人生所有的规划都被打乱了。约瑟的人生就是这样，一个变数。那一天，他去找哥哥们，被十个哥哥们卖掉了。他的人生就从爸爸妈妈给他的那个最安逸温暖的环境，进到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度，在那里做奴隶，在那里被陷害，在那里成为阶下囚，在那里一段非常辛苦的人生。但是即便这样，神仍然与他同在。昨天和你分享，我在预备这一集恩典365的时候，主说人会失控，神从来不会失控。你的人生看起来你好像失控了，但是主仍然掌控全局，他的恩手仍然与你同在，就像当年对约瑟一样。而十个哥哥们呢，十个哥哥们做了一件很糟糕的事情，他们把弟弟要陷害弟弟，还好犹大出面，以至于至少没有杀了弟弟，没有杀害弟弟，而弟弟被卖到埃及去。接下来他们要怎么样收拾善后呢？他们做了一件事，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，然后把那个血染在那个彩衣上面，要回去骗爸爸说，哦，这件衣服一定是弟弟是被野兽吃掉了。在哥哥们的这样的做法上，我体会一件事情，就是罪可怕。罪的可怕，因为他不会一个罪完了以后就没事了，罪会生出罪来。第一个罪是什么？因为嫉妒。嫉妒生出一个什么东西来？凶杀、陷害。而那个陷害这件事情已经做完了，事情就到此告一段了吗？没有，接下来他们又要生出另外一个罪来，那个罪叫做谎言。用虚谎的方式，明明弟弟是被卖掉了，然后 用那个羊羔的血去混在那个衣服上面，去欺骗爸爸。你看，从嫉妒到凶杀到谎言还没有完，接下去会继续生出新的罪来。为什么？因为要掩盖前面所做的这些错误的事情，为了要掩盖我曾经做错的事，我只好用新的错误去掩盖它，用谎言去掩盖。用我求主帮助我们认真的、勇敢的去对付罪，不要让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像一个种子一样不断地生出新的罪来，用欺骗的方法，用自己更诡诈的方法去掩盖我之前做错的事。罪会生出罪来，只有一个方法可以断根，就是来到十字架面前认罪悔改，离开罪，让罪的毒根从我们的生命里面被断开。
称颂到天家界主，他救我，他拯救我，天上喜乐竟充满我，救主使我生命改变，他救我使我的完全。救主使我生命